Seven men.
非常感谢许佩，还有吃到肉羹，还有一起共演的各位前辈，是万老，很开心，就是在12月31号的时候。我们生好在想说干好像 diss 好像不太好像会出事情，然后算了。好了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像哈阔啊、朋克啊，或者是像我们这种好像有点青春但其实超不青春的一些乐风啊，我觉得我们这种人是最真诚的啊，就是。那个打扮啊都没办法去了。为什么要穿红色？因为红色好啊。这不就台湾的主流吗？听不懂就是你，就是不够关心这个政治的议题啊，不然我们怎么会输得那么惨？对，好了，这不是重点。干，你看我又干掉了，操你妈的！原本培养一些情绪，原本都出来了。算了，像上次在 Revolver 跨年表演的时候，我还哭了，在舞台上面，对，蛮丢脸的一件事，但是也是蛮值得欣赏的，对。我为什么刚才讲到朋克和所谓的有点扩团的那种感觉，是因为我他妈超讨厌 poser 的这种感觉，操你妈的！那大家永远都在 poser， 不管是要 po 啥小。对啊，那今天一大堆人就在缅怀2019一些事，但我是觉得，我也是会发啦。对啊，不然要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？你长得莫名其妙，你的太 diss， 人家就我干你生病了，得忧郁症了，我操，根本没有人在乎你有没有生病啊，好吗？就是这样啊，好吧，又离题了，离题了，来，今天情绪比较黑暗一点，今天情绪比较黑暗，讲不出什么什么好话来。乐手老师，以后我讲话的时候要来点配乐。好了，他应该是要准备开始啊。OK， 那我们准备再来下一首歌。
等我下币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临时决定今天不想要打鼓了。12月31号，好像有些话必须要跟一些观众来互动说明。你们以为自己周遭的人都是他妈的同温层？我跟你讲，可能你的姐姐、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不会投票，那你以为你的同事都是跟你同温层的？我操你妈的！哎，台湾人要有一点自我价值，不要以为他妈每天只会当个投射，穿得很文青去听透，穿得很复古去听透明杂志，透明杂志要付出他妈就要高潮。多花一点力量来去告诉你周遭朋友，1月11号他们用力拿出你的身份证投下那一票，在投票所说台湾独立阿比亚无罪啦，台湾独立阿比亚无罪啦，台湾独立阿比亚无罪啦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种气势难怪他妈的国民党会赢。再一次，不要永远当个 poser， 叫你们喊个台湾奴隶，他把脑子缩掉。对，大家记得，台湾人要有一点自我价值，展现每个人自我价值。睡的，那就记得要身体健康啊。
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立场，跟万隆没有关系、哦。各位朋友，抱歉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三月